《甄嬛传》，甄嬛娶甘露寺后，皇上竟嫌弃安陵容学历太低，念起了甄嬛的好。后宫中的女人们为了得到皇上的宠爱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《甄嬛传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时间，但如今追起来依旧看点十足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经典的力量。孙俪也是因为这部剧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饰演的甄嬛简直就是将书中的人物给演活了。从初入皇宫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，再到心机颇深的深宫皇后，让我们看到了甄嬛曲折离奇的一生。在御花园中与皇上相见的甄嬛一见钟情，有着聪明头脑的她是四书五经无一不通，让皇上爱极了她，但最终都不过心机颇深的皇后。最后甄嬛在甘露寺出了家，看到这一群后宫女人，皇上便想起了冰雪聪慧的甄嬛，你就说这个安嫔吧，大字也不识几个，虽然也温柔殷勤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甄嬛走了之后，皇上竟还嫌弃起了安陵容的学历太低，如今才念写甄嬛的好，实在是有点渣。